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，刚好也和求好运的天赦日是同一天。很多民众认为这重阳天赦日带来了绝佳祈福机会，因此特别到庙里头来补运求财求平安。云林北港武德宫参拜人潮络绎不绝，因为十月十一号不仅是农历九月九号重阳节，也巧合的跟天赦日同一天，不少民众专程到庙里祈福求好运。求求重阳节，所以都要和交接天下的甲做伙，才是要来这边庙里这个有这个叫做靠财靠金，啊，甲咱信奉神神，啊，保财靠添财靠。另外，供桌上满满一大桌的，则是网络参拜财库金。民众因为工作忙碌，没办法亲自到庙宇，就专程透过网络申请，请庙方协助代劳参拜。有的信众看我从来用网络上大报的信众加温报的。另外，重阳天赦日在南投竹山指南宫也涌现祈福拜拜民众。等做一挂迄个电力事业，好啊，拢是土地公保庇。所以吼，天下日特别过来拜拜求平安。天下日吼，啊，佫嘛是九月重阳，吼，咱祖先祭拜祖先的节日，有做啥物唔好个，啊，是对祖先较无好个吼，就来甲祖先忏悔一下，啊嘛来甲祖先拜一下，啊再来求财吼，第一就是安尼，我感觉效果较好啦。重阳天赦日双重吉日，民众认为是求财气，也是祈求上天赦罪补运最佳时机。因为错过这一次，下次同日巧合再出现，还得再等上36年。这方中陈威授予云林南投报道。